两分钟准备倒数，加油，请出题。美国研究指出，请问男性拍哪一种照片可以让自己更有吸引力 ？A. 团体照 ，B. 单独照。我的答案是 A。锁定。单独照不是更能够凸显主题吗？可能如果真的想要让有觉得想要突发自己的那个帅气的话，是不是一群人的话就觉得哇，这个人男生特别帅。如果很想要有这个吸引力展现，因为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是吧？意思就是这个，没错。因为独照的话会不会太尴尬？为何？想说会哦，如果女生，如果我这样子看一个男生在那边耍帅的照片，我会觉得哎呦，这样。我没有问题了，谢谢。请揭晓。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哦，就是呢，像是女生啊，在这个啦啦队的照片里头，你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哇，每一个女孩都 so hot， 但是你把单个拎出来，好像觉得也没有那么的漂亮。那男生呢也很离奇，就是呢，一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如果别人长得很帅，我尽量不要跟他一起合照，否则我衬托的好像自己特别的丑。但是在合照里头呢，如果你其貌不扬，但是你跟一堆帅哥一起合照，这个时候呢，那张照片会产生一种平均综合的效果，然后呢，你的颜值就会被微微的往上拉，看起来好像是一群帅哥的照片这样。这是什么逻辑？好伤人哦！这什么逻辑？第二回合我们的世界变大了，最少是200，最多是20000。哇！而且没有加零，也没有归零，你尽情发挥，最少也只有200了，无法提示，请选择。呀呼！我按哦。我要按哦。哦。你便秘啊？无法提示。无法提示。无法。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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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就无法提示。无法提示。这个叫无法提示。恭喜200元。OK， 都是钱。好，他误会你很久了。无法提示。真不该说什么呢？继续了，好。好，请出下一题。国际医学研究，吃饭配音乐可以甩掉鲔鱼肚。请问哪一种音乐能够抑制食欲，达到减肥的效果 ？A. 爵士音乐 ，B. 嘻哈音乐。我的答案是 A。锁定。你为什么不认为是嘻哈呢？因为很快，我觉得那会一直吃，就会不会就吃得快？我觉得反而吃得快。然后吃得慢的话，是不是比较容易饱？哦，请揭晓。国际医学的研究当中呢，就是说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听一些古典音乐啊、爵士音乐啊，它是会让你的心情很放松，所以你其实会促进食欲，吃进更多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听一些嘻哈音乐哦，那它的拍点呢可能每分钟100以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，肾上腺素也会激发，所以呢，因此啊，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身体的燃烧热量，那也会比较容易变瘦，也不会吃进那么多的东西。打力先转移，阿拉斯的背，加油，好。请助理。因美国心理咨商师调查发现，情侣之间说“我爱你”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？快乐指数会比较高 ？A 一个月 ，B 三个月。美国答案是 B 三个月。锁定。美国。可是我觉得一个月好像，如果是在交往的最佳时机，感觉那一个月还不是很确定些什么。然后三个月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人就从他的生活行为上面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他是真的，这句话是很真心的说出来，这样有观察一段时间。阿拉斯是一个卢凯族，他们谈恋爱比较谨慎，所以他会选三个月，我可以理解，就是他们你理解他这个对对对，我理解他的选择，但你自己呢？民族性的这题目是你答呢？我的选项没有在这里面，我是。那你的选项是多少？一个礼拜，哎。
我狂野游这个人哦。哦，三不五十，爱要及时啊。没错，没。答对正确，自己公布，自己公布面对选项，面对选项，你来主持好不好？请揭晓。哦，真的是一个月。很多情侣交往呢，他们一开始可能只会说出我喜欢你，那真的呢会在一个月之内说出我爱你的只有是3%，那有50几%的人呢都是在3个月之后才说出了我爱你3个字。但呢，其实呢，不管是男女双方任何一方哦，都还是会比较期待可以在一个月内就听到我爱你，感觉这份爱是比较浓烈，他的兴奋感、幸福感、满足感也会强烈很多。不要过站不停啊，可以了啦，请出题。专心关节受伤而久坐不动会更伤身体，请问英国指出女性哪一种习惯反而会比较长寿 ？A. 抖脚 ，B. 翘脚。我的答案是 A， 锁定。抖脚，男抖穷，女抖长寿。可能，可能。嗯，翘脚不好。翘脚对这个身体的姿势不好。骨盆，对，容易受伤。抖脚至少还有在运动，翘脚比较没有运动，而且那个翘脚是一种运动，对，运动，对，它肌肉在动。你翘脚的话，就是肌肉拉在那，扯得不好，不好。来，请揭晓。抖脚比较长寿哎，哇，真的，抖起来，是不是？抖起来，抖起来哦。英国伦敦大学做了一个研究的，哎，抖脚呢，其实呢是有助于下肢循环的，因为我们常常久坐嘛，下肢都不动，血液循环就会变差。可是当你抖脚的时候呢，你反而可以让血液循环起来，所以呢，糖尿病啊、心血管疾病的比率都会下降，而且让你的忧虑、焦虑的这种比例也都会下降。所以哦，他们就发现呢，有抖脚的女性，她呢的死亡率比不抖脚的女性低了37%。来，命运奖金数200。到20000，他们两个住隔壁，请选择。10000，恭喜！加油，请出题。女性为了要让眼睛有神，会贴上假睫毛。请问在使用睫毛胶的时候，哪一种方式是正确的 ？A. 抹在假睫毛的根部 ；B. 过敏时冲人工泪液。抹在假睫毛根部 ，A。哎，锁定。这不是这什么问题？这什么问题啊？什么？对。使用睫毛胶时，哪种方式是正确的？睫毛胶抹在根部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过敏时冲人工泪液，好像过敏时可以冲人工泪液吗？对，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两个都对喽。应该可以。算了，我还是就选 A 吧，反正两个都对嘛，我就选 A 就好了。也是嘛，两个都也是嘛。想一想也是，也是换了嘛，是吧？就这样吧。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两个都是对的呢？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都对的情况，是吧？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请揭晓。假睫毛。可是食药署特别有在脸书提醒哦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在用这个假睫毛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啦，他会把睫毛胶呢直接先这样画在眼皮上面，再把这个假睫毛贴上去，这样比较容易会造成皮肤太刺激过敏，所以还是要把它涂在假睫毛的根部，再粘贴上去哦。另外呢，其实呢，这你不确定每一个睫毛胶对你来说都适用，所以呢，买回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先涂一点在手上，然后呢，去感受一下手有没有红肿不舒服，再来上到眼上去哦。那如果呢，真的已经产生一些过敏反应的，切记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，然后不要擅自的去点任何的人工泪液跟眼料水，尽快就医就对了。命运奖金数200到20000，他们是邻居，请选择。
恭喜梁静远。邻居啊，邻居，请出下礼。田蛙村是台东必去的热门景点，请问这个地点的命名由来和什么有关系 ？A. 以前的经济作物 ，B. 当时县长的名字。我的答案是以前的经济作物。来，锁定。去过吧，田蛙村。去过。OK， 所以是知道，本来就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漂亮。但是那是一个废，那个铁道。铁道边上吗？对，它现在变文创园区是吧？对，那是废铁道。对，非常合理，请揭晓。当时县长难道他叫胡铁花？不会吧？真的吗？叫胡铁花？没有了，胡铁花是楚留香的朋友。真的太好，要告诉大家呢，为什么会有铁花村呢？的确，当时台东的县长呢就叫胡铁花，可是呢，这个胡铁花可不是古龙小说笔下的那一位哦，而且他的儿子可是鼎鼎大名、赫赫有名，就是胡适。他的爸爸呢字叫铁花，那他的爸爸呢是这个台东的知州，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来做知州，所以呢就因此得名叫做铁花村了。叶星辰换你喽，好，最后一题喽，加油，请出题。日本研究心脏病病患引发心肌梗死的几率，竟然跟日期有关系哦。请问什么时段最常发生 ？A. 星期日的下午6点 ，B. 星期一中午12点。三秒。我的答案是 A。锁定。星期天下午6点跟星期一的中午12点。很明显是猜的，对，很明显。会不会是因为礼拜六玩的太嗨了？哎呦，我要下去！郭靖，你那椅子吃太多。郭靖的椅子竟然坐不稳。因为我好，这个答案很可爱。这位老人家礼拜六玩太嗨了，吃太多也有可能啊。礼拜六玩太嗨之后，礼拜天中午吃太多，所以下午6点就走了。对不起，要走不要走。对不起，你看看他真的是很夸张。这是个一条龙的服务，这命运的转变太惨了，这个。请揭晓。啊，对。梗塞居然也会挑日期呢，而且最常见的两个时间哪一个呢？是星期天的下午4到6点，而另外一个呢是星期一的早上8点钟。原因都是因为 Monday Blue， 只要呢这个假期快结束了，到了礼拜天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只要到了礼拜天快要接近傍晚的时候，就觉得好烦哦，明天又要去公司上班，礼拜一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心情郁结，以及礼拜一的一大早8点钟就要去面对一个新的一周的挑战了，这个时候呢也都是会觉得心情呢是比较苦闷一些的，所以呢，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了。郭靖准备，命运奖金数200到20000，他们这次住在隔壁，请选择。不要再看我了，你快点。哎，我刚刚选哪一个啊？我刚刚。可以啦。逻辑不对，但结果很好。哦，恭喜10000元。好了，有点生命迹象了。来，奖金报告一下：阿豹跟阿辣5100元，殷正阳、李维元夫妇17000元。哎呦，郭靖这个10000压下去，他和叶星辰18200元再次领先，这样的。还好压着10000呢。全明星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明星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